小美吗？什么意思？哦，我是说那个，我可以试穿一下吗？粉涂超厚。喜欢就前面结账啊，干超喜欢，这一定要买的啊。干嘛啦？哦，他问说，对，这边可以刷卡吗？这边可以刷卡吗？可以啊。What？很正直的吧？真的超，我超喜欢，还不错。哎、欸，八号，这亚伯，亚伯，哦，同学吗？同学，对。坐坐坐。刚好我有事要问一下。王勇，我昨天手机出现那个刷卡80000块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八万，没有，我昨天跟亚伯，我们两个，亚伯来，亚伯你说。我们昨天就去夜店，然后喝那个夜市啊，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珍珠奶茶，然后一颗要1000呢，所以要一整杯就是80000。八万？对，还蛮好喝的。对，八万。八万？你也带我们去喝啊？你带我们去喝。坐坐，哎，喝酒啊！不要怕的啦。超冲！他说今天可以灌他，灌爆他！啊，看你没有啦！啊，看你没有啦！